前说还跟他调度。对啊，调度。很在意钱这一块哦。我要调度。调度一下，而且钢铁人拥有现在最新的就是那种电脑的那种人工智慧，是所有的超人都没有具备的能力。他自己也很聪明，可以研发很多系统。他是走在时代的东西啊，他走在时代的尖端啊。因为一个系统能强，他那个钢铁人装备你也可以穿啊，就是别人都可以穿。对，所以你就不用钢铁衣服没电了，你就报销啦，就换了，你就再换衣服就好了。他不是充电的，他不是充电哦，他不是充电哦。对，可是你那个一拔掉就没了，他的最后一晚，因为他的最后一次已经不需要塞了啊，他最后已经不需要塞，已经进化了。而且 AI 系统其实 AI 的那个人工智慧其实会背叛，因为机械公敌就是在讲这个背叛，有一个会反扑，我要反扑人。对，所以其实这种才是最不可信的。没错，那你太不会带人，带人又带心，所以带人就要带人就要带美国队长，带人美国队长，美国队长。我们还有其他没讲到的，有发觉吗？有，神类，神类的，雷神索尔，我因为如果索尔也蛮帅的，索尔超帅。他本身是雷神啊，所以那栋大楼他如果有，譬如说台风天遇到停电还是什么的，他直接可以那个供电啊。那你知道索尔会打一种雷吗？什么雷？什么雷？黑风雷。啊？你们听不懂吗？香港广东嘛，而且广东的朋友应该听得懂了。很喜欢没来由的来一个黑黑的。雷神索尔也是。还有啊，蜘蛛人呐。哦，蜘蛛人，蜘蛛人应该蛮适合。而且蜘蛛人，但他比较拍很多鬼祟一点，就是会去爬大楼啊什么的，就感觉好像是那种特勤。嗯，对。然后突然间就要他不好管理，就变蜘蛛大盗。蜘蛛。就从阳台攀降下来，跟死侍有点像，而且蜘蛛人就是比较年长的客户，他们可能不太会叫蜘蛛人。对，蜘蛛人，蜘蛛脾气不好，你才入蛛人呢，蜘蛛人，蜘蛛人呐，英文不正确。我觉得蝙蝠侠是最好的，我也觉得蝙蝠侠最好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是美国队长。好像一件是好的，是好的。蜘蛛人也是一个选项。蜘蛛人，蜘蛛人。还有一个水行侠。哦，水行侠好帅。水行侠谁知道他有新的？我知道他在正义联盟新的电影他有出现，然后他就是可以下潜到水底，就是非常深，然后游得非常快，是他的那个特殊能力。超能力。他可以在水里打架，水里打架。剧情爆绝，完全不用换气，报名奥运呐！而且他的战斗力也很强，一片天呐！对对对，但感觉只能说我在基隆那一带，反水在海底，而且他很帅，他型男，他失身这样起身的时候，哇，帅炸了！因为今天呢，讲当然讲的是蛮幻梦幻的，对，各自有各自的拥护者，嗯，这一天永远不可能发生。他们到此为止。